打球的机会有一好三坏。接球打进了场内，结果啊游击手扑出去又没有办法拦截，这个时候呢往前走，范国成要来攻，本垒滑回来 C， 这个时候呢赶快传向二垒这边，哇又传到了中外去，哇这个时候绿色的洲筑起来，而且没有人在中外野，所以全部的跑者都要回来，哇垒包清空，分数不断的进账啊，哇一下子这个失误把垒包全部都清空，跑者全部都回来，想要来抓二垒是不是有 overrun 的跑垒员，但是直接传到中外野去，所以那时候真没有人在那边补位啊，真只有有机会啊，但是真的是打得太强劲了，所以一个弹跳之后，其实到了外野，所以就是个回传哦，回传没有办法抓到，当捕手往二垒再送的时候，感觉球又没有传得很准，有点哎呀，哇，真的连过三关啊，对啊，火车过山洞过了两个洞啊，哇，那中外也就是完全没有人的情形啊，全部都回来。这个场面真的少见啊！